今天是六一儿童节，昨日参加完活动的刘恺威现身深圳宝安机场，经深圳返港，他一身休闲装扮，手里大包小包的似带给即将过生日的女儿礼物，不过并没有看到杨幂的身影。直到今天早上，杨幂才现身机场。照片中的杨幂身着白 T 短裤，大秀修长美腿，黑超遮面，酷拽十足。这么急着，看来是要赶在六一儿童节去香港陪伴女儿过生日呀，真是母爱满满呀。小糯米于2014年出生于香港，因为刚刚好出生在端午节前一天，所以小名叫小糯米，意为永远甜甜蜜蜜，黏着爸爸妈妈。